岁月如梭，珍惜缘分。人的一生，相识的人有多少，相知的人有多少，人来人往，缘分已，珍惜缘分。以感恩的心情回报对你有恩之人，以佛的胸怀宽容那些伤害过你的人，以水的柔情善待你的亲人，以阳光的温暖去帮助那些需要你帮助的人，以惜缘的态度珍惜与我们相识相知的人。做人以善为本，以诚待人，做事以和为贵，以忍为高。想想人生几十年，同学同事朋友战友文友，莫不是与你有缘才得以相识相遇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